彪悍的人生需要音乐，这里是音乐一支标。这首三十八度六是歌手黑龙2018年重磅单曲。黑龙以他魅力的演唱、标志性的嗓音，相信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在歌声中沉醉。这么火的歌曲，当然逃不了各大网红们的翻唱了。今天小编就分享几个网上很火的翻唱版本，下面一起看看吧。时间停倒车片里说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，像初见你眼波，时间停止倒流，我燃烧了宇宙温度，像充满了电流，在三十八度六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